OK， 继续玩我们这把 M7， 哎，不不不不，他怎么念？我忘记了。MP MP 7 MP 7 MP 7 A1， 然后奈米毒珠，后面怎么有一个？啊！靠！我害我，我对不起队友。刚刚在念东念西的，结果就，哎，好，赶快上去。MP 7奈米毒珠。哦靠！哎，这样也射到。谢谢射到。哦吼！把燃烧弹丢过去，应该烧得到人吧？哎，我把我燃烧弹丢去哪里？我丢去下面哦，看哦。哇，戳得好！哇，谢谢，戳死你！我戳，然后我射了，我射，谢谢 加油，打出一场好成绩最重要。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什么、我现在只在乎说我能不能打出一场好表现，打出一场好表现，然后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只在乎这个。哦，人在这里哦，你还在这里干嘛、但我没看到你哦。哦，谢谢。哦，还有人在这边盖子，也给谁做的啊？靠，我觉得这现在人真的是越来越很无聊。谢谢，射死了。呜呼，呜呼，到底有几个人在射我、真的是有够。机车，呜呼，呜。然后我需要捡枪一下，有没有枪可以让我捡一下？谢谢。哇，厉害！哇啊！啊！哇，小心！哇，好队友，好队友哦！加油，各位！我觉得我们这场应该还可以赢。算算，我直接自杀好了。啊！谢谢，快点爬上去！不要，我痛恨对方狙击手。哇，他妈的，谁在射我？哦，谁？好，走这里，赶快用电脑，抢电脑！喂，哇、这家伙躲在这里干嘛？他躲在那个位置。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躲的位置真的是越来越千奇百怪，然后非常有创意。喂，躲起来！嘿，丢过去，烧到了吗？哎。谢谢，烧死了！哎，可恶！啊！哦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除了吼叫以外，已经没办法表达我不满是什么了。我又不能说去骂别人，还是对不对？会有法律管？哎，哦哦，是的。燃烧弹还哦，赶快去抢电脑，抢电脑，抢电脑！这火是谁的？靠，电脑被抢！谢谢。到底是谁一直在这边盖什么建筑啊？很无聊哎。啊！完了，分数又被追！哦，天啊！谁是我？靠！我竟然还射不到你！哦！谢谢。呜呼！赶快抢电脑，赶快抢电脑！我要去抢电脑，电脑不要被抢哦。好，这个放得好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放得不错。呜！哎，
有没有治疗？哦，谢谢，好队友 ，Thank you， 你是好队友 ，Thank you， 给个 Thank you。哦，哇吼吼吼，我刚出一点头就要被射了，啊哈！哦屁呀、啊！这把枪有这么飘吗？我记得原版的那个 MP7A1 好像有点飘，然后这把好像感觉给它更飘了。哦，谁在射？哦天啊！哦天啊！哦天啊，好烦哦！靠，你看远距离根本就这把枪远距离其实都一直都射不到。谢谢，射到了。远距离其实就大概都是几乎是射不到了。躲起来，我就不信还会有人射到我。谢谢，哇！啊，这被射到了，机车。哦。然后，哦，刚一直被射到，哦，靠，竟然还射不到，我真的是有点佩服这游戏。丢过去，烧到人吗？哦，哎，我烧到人哎，哇靠，我竟然也可以烧到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各位加油！哎，我烧到两个，哇靠！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哎，屁呀、啊！谢谢射到，哦，哇靠！那家伙，哦哦。人在下面吗？没有。各位加油！哇，完蛋！哦靠！谢谢，射到。我、哦、赶快躲起来！哇靠，这把枪实在太飘了，它准心，它的子弹不集中啊。对啊，因为他子弹不集中的关系啊，你看子弹不集中，所以他只能近距很比较适合中短距离的扫射而已，不然他其他其实根本就射，他远距离根本就没办法很难秒人。你在跟我深蹲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深蹲这个词现在有点敏感啊！靠，这样还烧不死哦！啊屁呀、啊，靠！那个爆炸范围，它隔着一道墙就可以躲开了，是不是？靠，这游戏 bug 太多，好不好？我刚刚那个油桶爆炸，你就算隔墙也会炸死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这傻小，靠！哇靠！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是问题很多，开始抱怨起来，好负面啊！算了，可以打出好成绩就好，对我而言。射到一个，好，射到，好像射不到。哦天啊，这样也射得到！哎，我射到人，哇，哇、哦，靠，机车，靠，哇、哦，可恶。射到！哦哦，机车哎、欸、啊！天啊！啊！谢谢，插到一个，躲起来。没有人，靠，我自己也烧起来。
靠，是不是？靠，这个也太飘了吧！靠，夸张，也飘到一整个夸张。谢谢哦，好险！靠，我这样近距离手势还是会飘哎、欸，哇，太夸张，哇！哇啊！机车，可惜啊！啊，算了，我已经不在乎，已经不在乎胜利。谢谢，已经不在乎胜利。啊！41杀27次15助攻，哦天啊，急！结束啊！结束！快点结束！快！你给我结束啊！好，结束了。OK， 哇塞，我怎么现在变得那么负面？算了，可以有个好成绩也好啊。41杀27死15助攻7连杀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啊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频道。我每天晚上6点会更新一部影片哦。那记得分享给你们朋友们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